线这样子，从这个方向。先围穿最后一颗珠子，是这样，进出的孔，把左线套到这个孔里面，这样，然后就会形成一个这个，这样子，然后用右线过这个珠子。注意，这里它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嘛，拉紧以后它是变平的。你把这两个这样子，那个把压到前面的，就它本来弄好也是这样子的嘛，然后你把它压到前面来，然后拉紧，然后看一下变成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它是上面是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形成一个五轴圈。但是它是没有线的五轴圈，看一下这个五轴圈没有线的，所以你用左线，就是这根线，左线或这个珠子，或下面它下面这个，或这个，对吧？上面这个看一下，然后再过这一个回到它原来的位置，这也是相当于它刚才不是这样形成个五轴圈吗？但它是没有线的五轴圈，对吧？所以你用左线把这五颗全部都过过去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，把这五颗全部都过一下，就能这样子。Thank you.
次打扣。
的嘴巴了，还是一样找一个小的红珠子放在左线，左线加一个小的红珠子，然后放这里，然后左线再勾一个白色。四组旋，所以这里就要加一个红色就行。Thank you.
是前面和后面都是六柱圈以外，旁边都是五柱圈。就这一层就是有两个六柱圈和四个五柱圈组成。大家自己数一下。这层都是由四柱圈组成的，就这样子做，左过一又加一黄一红，左过一又加一黄一红，把这层都做好就行了。大家自己做一下，看一下，我已经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了，最后一个首尾相连处出现过两个。不行，再加一个黄色就行。轴线过线，右线加粗。之后就要加红色了，就跟这两个是一样的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就这两个是跟这两个一样，就是加两红。大家自己做一下，做这两个跟这两个一样。
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他要有一个这样子，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就做过一又加两红。看一下，我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就做了两个红色，这两个对称的，所以这两个要跟这两个对称的，所以就左过一又加一黑一红，左过一又有左过二又加一黑，因为最后的是结尾的，那这样子。一个小米珠，一个黑色，八个小米珠。然后看见没有，它头在这里，对吗？从它的这边空的地方穿到旁边空的地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然后还是一样，加八个小米珠，一个黑色，一个小米珠。
果你有，等一下你最好拿个打火机把尾巴烧一下，不烧也可以，这样子。以后我们穿它的绒袍，线不用太长，看这个三足犬没有，就一个白色，两个红色，把线从这边穿进去，中间，再把从对面穿出来。也是一模一样的地方穿出来，这样穿出来，看见没有？嗯，它就这样子以后，对吧？拿个圆包，就上面就这样穿进去，然后从下面露出去，下面这个三个珠子这里三个穿出去，然后再从对面穿出来。穿不出来，你就用这个线给它勾，这就做好了。这样这样，在这三足圈上穿过去，对吧？然后把线把绒包这样，然后再从下下面三足圈下面穿过来，就变成这样子。看一下，这个绒包就加好了，然后这边也加上它的绒包。把它调整好，打个死结就行了。看一下对面是这样子的，扎紧。看一下，这边也是，打个死结。多垃圾啊，大概三四个吧。看一下，这个都穿好了，然后直接把线结藏到这个绒包里面，就可以剪掉线了。把结头，不好意思说错。去一条鱼线，看一下这个四足圈，对吧？穿过去，再从对面这个四足圈穿出来，平行一下这两边的线条，可以压手。三个红色，一个白色，然后你看一下，从这个绒包的背后穿过去，就看不见线了，对吗？就像一个手这样子扶在这里。白色三个红色，加了一个白色三个红色，这边加三个红色一个白色，然后从绒包的后面穿过来，然后再加一个白色三个红色，然后做法还是一样，还是从这个身体四足圈穿过去，从对面穿出来。看一下，这就像一个手抱这个绒包一样。这边做法还是一样，然后到这边以后还是一样，加三个红一个白，然后还是从这个绒包的背后穿过去，看一下，然后这里再加一个白三个红，白三个红，加个死结，拉紧一点就行，打个死结，这个就结束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。看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自己调整一下了。